我再问你一句，你没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吗？这儿我都安排好了，你们进去歇着吧。你这话说着呢，歇着呢，我歇着，我跟家歇着好不好？我孙女儿过生日，我能歇着吗？喂，老雷，老雷，老雷，哎，可以，可以，听着，可以吗？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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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够大了，冰箱，要不然，玩啊，来，要不要？那你朋友吗？老婆，晚上又有饭局，我就不回来吃了。哎呀，我也烦呀，不过今天晚上这客户还挺重要的。我吃完饭，我可能还要再去找一下老谢。啊，爸爸回来咱们就去医院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接？什么为什么？出了一诺呀，不行了，咱们自己去医院吧。你看孩子越来越骚了，走了。我好像喜欢上你了。谁下手不要紧。让我先走。之前不生的时候老催着生，现在生出来累了又在这埋怨，早让我不生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把这喝了啊，你们把这个喝就给下了。你先喝，你先喝，你先喝。他不会以后真的每天都到这儿来吧？没事，不就多双筷子吗？就这样吧。哎呦，你在厕所抽烟了？不是，那我上哪儿抽啊？我妈说客厅不让抽，厨房也不让抽。不是，厕所里面不能抽烟啊！我跟你说过没说过？这家里有孩子，不能在屋里抽烟。我来那么几天吧，看着我哥和我妈，我觉得特委屈他们。每天都得看你和我嫂子的脸色过，我觉得这不是他们家，这是你们家，不是方家。就你这媳妇儿，生完孩子以后，看谁都跟看那个贼似的。又怎么了？老公，我跟你说呀。育儿的事儿可以商量，抽烟的事儿绝对不能纵容。咱们家现在的最高宗旨，不就一切都为了和和吗？和和是我亲孙女，我能害她吗？好好去，给哪了？我妈，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啊？我没敲门吗？我下回注意。母肥儿才壮，你知道吗？你一看你就怀孕的时候，这不吃那不吃。我既然在这儿，我不会再吃上让你们受委屈。其实我都知道你们现在年轻人想什么：漂亮、胖、减肥。所以何不还体质差吗？吃肥了再减。你当妈妈了，替孩子着想。干嘛呀？我妈，你怎么又不敲门啊？